我喜欢你，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百般的阻挠你和方冷在一起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才放不下一颗糖的回忆。小七，对不起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其实第二只生存鸡研究成功了，但因为我想带你回母亲，所以我再一次骗了你。方冷跟你告别的时候，我动摇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你陪陪他吧。但我选择继续隐瞒真相，直到你在飞船上，你一次一次的想要逃跑，直到你看到了方冷的信，你哭的是那么的伤心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确定，也许放你回地球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方冷也曾经告诉过我，说我对你的情感不只是朋友之间或者是上下级。我当时否认了，但回头一看我做过的这些事，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喜欢你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百般的阻挠你和方冷在一起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才放不下一颗糖的回忆。原来感情并不是什么低级的情感，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，是不会受到基因匹配的限制的，更不会受到荷尔蒙的影响。喜欢一个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长而以往对一个人的执着。小七，是你温暖了我的童年，所以我想要守护你的余生。但是可惜我来晚了，你身边有了方冷，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放下执念。你一定要幸福啊。Kenny， 我们回家吧。好的，主人。谢谢你。终于可以回地球了。